北长大，毕业以后就到世界各地工作，所以我住在马来西亚住一阵子，在美国住一阵子，然后在2012年的时候来到深圳。我现在在那个深圳前海这边经营一个科技创业的孵化器跟天使投资基金，主要看的范围是人工智能跟机器人。那当初对深圳的了解并没有那么深，那只是觉得它是一个科技的城市，那就很像台湾的那个新竹。那我们做科技行业的人其实都很向往来到一个科技很聚集的一个地方。首先第一个，深圳真的是速度很快，所以相对于台湾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台湾是比较生活化的一个城市，就是速度没有那么快，稍微脚步可以慢一点。但在深圳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驱动力，因为这里非常的年轻，大家都非常年轻，然后也非常多元，大家来自四面八方，然后又加上是一个科技驱动的城市，所以就是整体的这个速度感是非常非常重的。对，所以我会觉得说深圳最大跟台北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应该是速度感吧。我觉得深圳首先第一个，我就觉得城市真的是比台北现在看起来是真的是更现代化，经过了40年的改造，其实现在整个城市已经变得蛮好的。因为台北毕竟要动一个老式建筑几乎是动不太了的，对，所以就是台北现在很多人过去反正觉得台北的建筑是比较老旧。因为深圳这边有我刚刚讲最好的这个很令人兴奋科技发展，然后城市发展，深圳又是少数在大陆城市里面绿化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住起来很舒服，然后它其实又很像台湾的气候，所以就是很温暖啊，所以我觉得深圳应该希望是一个未来可以在这边首选一直不断的经营自己的事业跟生活的地方。我姓方，那现在我在深圳有开一个机械手臂的公司，然后做通讯芯片，然后呢还有一间在做公益公关的公司。其实我是2013年的时候来到深圳，这边的朋友他们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大家都很乐观，今天遇到很多事情的困难啊或什么，他总是有一些办法能够轻松的去应对啊。比如说我们在台湾的时候遇到股灾，那大家就会这样怨天尤人，那这边不会，他讲说啊，现在股灾难道不会更低吗？我来深圳以后最主要体验呢，就是在跟台湾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是什么，除了说像是那个互联网的发达哦，这个真的是比台湾先进很多啦、哦、比如说像是什么淘宝，有时候寄一个东西一下子2天内就寄到了，然后还能够看到它的那个过程，然后我还能够追溯直接跟送货员跟他联系，叫他早点送货过来给我，这在台湾基本上是没有。然后他就有个柜子，直接你用扫码就可以把你的货品给拿出来，像这些想法在台湾其实非常难落地，非常非常非常难。刚来深圳的时候，那时候大众点评刚开始，当时我上去搜寻，那时候我看到的素食餐厅只有3间。现在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素食餐厅在开。那对我来讲，我觉得生活方便了很多，所以它的包容性很强，它开始让世界各国的料理啊或什么之类的都已经有多元化的选择。我觉得其实蛮好，这是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很快速的演进。其实我觉得深圳的进步的有一点点太快了，比较相关于历史的东西比较少，就是说文化性的东西也比较缺乏。它之前所发生的历史，或者说它的演进的过程，这些并没有去把它做成一个储存，然后把它拿来变成未来的文化的累积。我是 Tim， 然后我来自台湾，是一位发型设计师。我觉得来到深圳以后，会觉得二维码是真的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9月都还有回台湾上过一次课，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发现，我们钱包怎么不见了？因为在这边太方便了，习惯用手机来支付，一切你只要有手机，就是你要买的、吃的、喝的、穿，什么都可以帮你处理了。深圳步调太快了，相对它机会也多，可是你要抓住机会，所以大家一直在努力的提升自己。台湾的话会比较得到一点点，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心一阵子。我叫马逸晴，来自于台湾高雄。我是在那个小苗英语学堂，那这边的话我是担任校长的职务，是在2012年来到深圳这里的。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比方说我们在台湾做万圣节的活动，然后可能你吓一吓小朋友他们就会很害怕，可是在这边你装扮得很可怕，还是觉得很逗，你就是很好玩这样子。我觉得这边的孩子会比较成熟一点，可能他们会接收到的资讯会比较多，所以孩子他的就是思维的模式的话会更多的拓展，然后国际观也会更多。因为
为这边深圳是禁摩限电的嘛，那我们在台湾每天都是骑着小那个摩托车串来串去的，对我来说就刚开始有点不太适应。第二部分就是医疗的部分，我觉得医疗部分刚开始来，其实我对这边的系统也是不是很了解，误入了莆田系的那个医院，我只是闪刀摇而已，然后他就跟我说要开刀。我觉得其实在大环境体系下，硬体设备是很先进的，而且不断的在改变，但是我觉得从人文软实力这一块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要更多的一些提升，就说让更多人能够有就学的一些机会，然后更高的一些提升。它的包容性太好了，它每一年都在新的人来，然后就人去传承，然后在不断的去交替当中这样子。我觉得在深圳过年是很开心的，因为大家都回乡了，然后你就发现整台公车都是你的，整条马路都是你的，整个地方整个景区都是你的，对，你会觉得特别，就是特别可以在深圳慢下来，就是过年那段时间，因为在深圳生活其实每天都是很